娱乐,乐周到，无需客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鲤鱼。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击点赞、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这真的很重要哦。马国明与汤洛文自从去年认爱之后，就收到了圈内好友的一致祝福。由于彼此之间感情十分稳定，且以奔着结婚为目的，所以网友对两人的婚事十分上心。 早前盛传两人将婚期定在八月份，但汤洛文却对此表示否定。五月十日晚，港媒再度确定消息，两人的婚期确实已经将近，而且马国明已经搬离太古城的住宅，进驻马鞍山豪宅，已经到了同居试婚的阶段。据悉，上个月马国明赶赴内地拍摄《白色强人二》，恰逢汤洛文购买的半亿豪宅装修完毕，整个搬家过程都是由汤洛文负责，为此。 汤洛文还不小心受伤，使得远在深圳的马国明感到十分心疼，所以结束工作之后便紧急回港。回港之后，正好赶上汤洛文三十四岁生日前夕，为此两人还特地好好准备了一番。据港媒消息指出，两人在五月四号的时候，特地从马鞍山豪宅出发，前往红磡探望汤正宗夫妇。当天，马国明驾驶黑色的奔驰车，载着汤洛文一路驰骋。 到达目的地之后，便将车停在后门的停车场。下车之后，见到两人身穿黑白情侣装，看起来十分衬，而且透着稳稳的幸福。全程由马国民负责拎包，随后两人便肩并肩进入红勘寓所探望父母。据马国民身边的好友透露，汤洛文性格开朗又十分细心，且懂得尊重长辈。同马国民拍拖之后，会时常陪伴未来的婆婆。 还会主动下厨帮忙，此番举动使得马国明的妈妈十分欢心。对于儿子搬出去居住，亦是没有反对，且举双手支持。其实两人同居试婚的证据，从汤洛文晒出的庆生照就能够看出端倪。生日当天，汤洛文上传了一张配有蛋糕的合照，这张合照初看并没有疑点，但结合汤振宗夫妇没有搬到新宅中这个条件来推断，照片应该是马国明拍摄。 晚间，汤洛雯正式晒照的时候，见到照片中有象征两人爱情的独角兽和马，且彼此之间依偎的十分甜蜜。由此，网友纷纷猜测两人的确已经同居。娱乐圈里的爱情向来分分合合，有的雷声大雨点小，口口声声说结婚，却到头来终于分手；而有的根本就是表面婚姻。但马国明这一对似乎摆脱了娱乐圈婚姻不可靠的魔咒。 从恋爱到结婚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去年，自从马国明先去汤洛文住所约会的照片曝光，这两人就不时在大众眼前秀恩爱。他们双双穿着情侣装上街买东西的整个过程，被无所不能的香港狗仔拍了个正着。恋情从那时起开始坐实。发现被狗仔跟拍后，两人倒也没有紧张，态度自然地回答了狗仔的问题。 只是在狗仔直接问他俩现在啥关系、恋情到什么程度了的时候，马国明给出了有机会再给大家解释的答复。汤洛雯也在一旁双手合十求放过。接下来反常和惊喜依然继续，马国明和亮汤双双 INS 秀恩爱，官宣恋情。事实证明，在女朋友面前，什么顶级偶像唐老鸭也只是个挡箭牌而已。 这个恩爱秀的非常有小女生心思，充满细节，甜到爆表。没晒合影，晒的是一对独角兽用胳膊挽着小马的公仔，还双双在公仔上加了对方名字的 tag。小马不用说，简单粗暴，一看就是马国明了。而独角兽代表汤洛雯，因为他是独角兽的死忠粉来着。宣布恋情后，全网一片沸腾，港圈很热闹，内地港剧观众也很震惊。 一致的是，圈里圈外，意外之余，更多的都是惊喜。全员送上了满满的祝福，吃瓜群众反应更是直接，和当初马国明黄心颖传绯闻时完全不一样的态度。一段新恋情能得到全网祝福较好，除了马明一贯的好形象、好人缘之外，这段恋情背后的戏剧性也功不可没。蜜汁缘分加大仇得报加因果循环。 马国明和汤洛雯的故事简直比《甄嬛传》还带感，爽文都不敢这么写。马国明之前情史不复杂，出道二十多年，四十六岁数得出来的恋情也就曾华倩、胡定欣以及腥风血雨的黄心颖。一段是女方儿子不同意，一段是性格不合，一段是全民皆知的安心偷食。汤洛雯那边呢？出道以来唯一认的一段恋情是《爱回家》里的搭档罗天宇。 之后又和圈外人郑子邦以及刘恺威传过绯闻，但事后都澄清是流料一则，没能发展下去。双方情史而言，看起来都不复杂，对吧？但神奇就神奇在，马国明和汤洛雯都曾经和黄心颖有过一段孽缘。马国明被安心偷食坑了个点儿掉，不再复述。汤洛雯这部分就相当有意思了。当初他被黄心颖坑的有多惨，如今的扬眉吐气就有多爽。 八年前和黄心颖同时参选港姐的汤洛雯，原本是三甲热门人选。当时身材保持的超 fit 的汤洛雯状态大好，媒体还送了个“靓汤”的花名。结果好死不死的她遇到了黄心颖，汤洛雯成了黄心颖第一针对打击的目标，经常公开冷嘲热讽，说汤洛雯仗着新二代的身份有特权。汤洛雯的爸爸是影星汤镇宗，叔叔是五虎将汤镇业。 其实黄心颖自己的姐姐也是艺人哎。被问到哪个佳丽是有背景的问题时，黄心颖直接就指向了汤洛雯，不是已经好多人知道了吗？就站在那里的那个。啊。五年后给港姐决赛当嘉宾，还美滋滋的回忆自己当年最开心的时刻，就是战胜了汤洛雯。最厉害的是，黄心颖自己只是暗示的讽刺汤洛雯几句新二代身份。 不讨好的直接撕逼戏码，他都鼓动其他选手们去干。黄心颖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计划很成功，汤洛文同屋的外国妹子哭诉被欺负，说汤洛文不讲卫生。十二届另一飞机由萌萌站出来给外国妹子作证，说自己是出于正义，看不惯星二代搞霸凌。最后搞到汤洛文也只能哭诉被冤枉了。港姐内部撕逼一场闹剧后。 受打击不小的汤洛雯明显不在状态，TVB 也没称她，最后三甲不入。黄星颖逆袭夺了亚军。赛后全程观虎斗，坐收渔人之利的黄星颖被爆料，她才是那个幕后黑手。黄星颖没承认，当然她承不承认也不重要了。在 TVB 名次大概率决定了以后的待遇。签约 TVB 后，黄星颖很快被力捧，没几年就一路上位，做到女主，备受力捧。 还收获了公认的钻石王老五马国明，汤洛雯则是先在处境剧待了好几年，然后各种剧集里作配，最虐的是还得给黄心颖作配。好在汤洛雯挺看得开，对黄心颖之前一直踩他上位的行径也不纠结。几次合作后，还有了不错的互动。黄心颖开生日趴，他也有捧场。要说明一下，他俩也就是不错的朋友同事。 说闺蜜也真谈不上，亮汤闺蜜不是黄心颖。虽然入行之后的八年时间，两人口碑两极分化明显，黄心颖绯闻一单接一单，还不乏有妇之夫或者富二代公子哥，还经常有拜高踩低、公开给高层擦鞋的新闻出街，圈中人缘麻麻。汤洛文倒是朋友多，是非少，这些年几乎没什么负面新闻，但 TVB 不 care 这些。 女主角给黄心颖大制作，给黄心颖上位花旦保送她一个，汤洛雯只能各种演前女友，慢慢等机会赌运气。转折点发生在去年四月的《安心偷食》后，汤洛雯的运气要么不来，要么一口气全来了。先是黄心颖因出轨当三被封杀，重头剧《法证先锋四里》里她的女主徐玉角色删除重拍，接手的人正是汤洛雯。 然后黄心颖 out 后空出来的资源，TVB 也分了一部分给汤洛雯，她开始有女主剧演了。再然后，她和马国明居然还神奇的走到了一起。二零一六年，他俩其实就合作过一部剧《心理追凶》，戏里汤洛雯演的是马国明去世的前女友，总是被马国明幻想出来对话交流，两人还有不少吻戏。但拍这部戏时，他俩却没擦出爱火，一个后来和黄心颖发展。 一个和罗天宇分分合合，四年后两个人感情都空档，兜兜转转，居然发现彼此很是谈得来。汤洛文去年下半年自曝有一个正在考虑中的发展对象，马明则说两人是越相处越发现特别合得来，彼此是对方喜欢的类型。双方父母也都很满意儿女这次的择偶选择，甚至想催他们快点开花结果。当初被黄心颖抢走的，如今都还给汤洛文了。 甚至还附赠了丰厚的利息，所以说，任何想要拥有的东西，都一定要付出自己的心血才能得到。空手套白狼，兜兜转转到最后，也还是把自己陷进了一个两难的境地。汤洛文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得到了真爱。